啊，透做按这个物件来讲，啊，吼，按这作家吼，伊用伊的足厉害的文笔吼，会当互安尼变作足流畅的文字来读啊。啊，当然吼，我即摆吼，咧做这个过程当中吼，嘛足感谢大家吼，会当甲你较早进前啊所有经过的物件拢甲讲出来，啊，会当甲记录起来。这个物件以后的家己是谁，可能唔知。伊毋知讲较早进前，阮阿公、阮阿爸也是从一大堆阿祖进前咧生活的模式，伊可能无法度堪伊去连接啦吼，啊，所以较有咧做这本册的物件的想法啦。啊，这本册吼，讲实在，我是希望吼，我会以后会甲这本册放伫图书馆，放伫学校，互大家当做一挂乡土文化的专册，当来堪囡仔来分享啦。啊，这个有声书的这个 CD 吼。听了的时阵，就是像较早之前，阮细汉的时阵吼，堪伫咧庙口咧听阿公咧讲古唱歌，真正是介新鲜个，太好听。啊，而且讲实在，以后若总看到一本册，就知影讲安遮延安真正有足水足水的基地啦吼。啊，嘛希望大家会当来看这本册，甲家己的囝儿细细来小可来分享吼，爱当甲安即个延安遮一挂文化来流传落吼，安尼。嘛是啊，足感谢大家啦吼！啊，今日咱挂闲来到这来参加这个新书的发表会，啊，而且祝福大家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